感恩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感恩师傅。对不起师傅，请您稍等一下，我找一下问题，感恩师傅。首先请师傅先解一个梦。一位师兄元旦上头香的礼佛的时候，向观世音菩萨求了一件事情，之后跪在拜殿上闭着眼睛，半睡半醒之间看到菩萨前面出现了一个连着红绳的观世音菩萨吊坠，感觉是观世音菩萨送给这位同修的。请问师父，这个梦和他所求的事情有关吗？当然有关了，给他加持了呀。哦，对不起师父，刚刚没太听清。给他加持了，当然有关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那请问师父，他这个所求事情是不是也能如愿所偿呢？应该是啊，应该至少一半了。哦，行，请师父慈悲加持他，让他顺利拿到身份。他是85年属牛的，感恩师父。